行，开始吧。那你要扣帽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第一场啊，首先我们给大家就是今天一个主题啊，主题这个地方对不对 ？First， today we will talk about talk something about our new new arrival 啊，因为这次直播主要是想介绍什么呢？我们这款新的九四零 A 啊，对不对？完大家可以什么呢？就是去这块说出来哪些。